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指尖陀螺的开箱。啊，这是刚刚夹到的。啊，其实之前有夹到这一盒啊，这是比较好像比较好一点的合金的，还是铜做的。可是这一种立在这边、粘在这边，然后挡板还蛮高的，其实都超级难夹的。我其实有点被电了，大概花200左右吧，然后才夹出来。哦，这真的是超难夹的，也是运气好，这样把它甩出来的。所以这种台子挡板高的那种，其实还蛮难夹的，也有时候又遇不到可以甩爪的，就更难夹了。那这个是刚好那个台子还蛮好，还算蛮好夹，还可以甩爪。那我们现在做一下开箱。这就是今天夹到的这一盒，是合金的，合金的。看起来还不错，这种铁盒类的质感还蛮好的。这个是刚夹到的，哪个比较会转，稍微测试一下。哦，不太好，好转，一次要转三个，那先转哪个好呢？大约了，看看哪一个比较厉害。转了4分20秒左右吧，因为比较晚按，开始按。好，今天的开箱测试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